但是持续推动社区营造计划，其中后壁的顶层土沟甲青寮顶顶社区拢袂歹成果。今年后壁公所得到中央甲市府经费补助，为七月份开始安排一系列社区营造活动，邀请到知名讲师开课，带学员重新熟悉后壁。在工作方的部分，我们邀请了业界最强的一个讲师，包括我们在地的陈永兴建筑师，那另外就是我们的汪丽琴执行长，那另外何培君老师，还有我们的庄梦宪老师，这都是非常在地，然后了解在地的一个讲师，然后藉由他们的引导，然后希望我们的学员那能够重新的盘点我们后壁区的人文地产景。除了市场精彩讲座之外，9月17号和9月24号两个拜六，公所也安排了轻松的小旅行，让学员实地走访后壁景点和社区，参像是小南海、普龙壁等等，连接在地人文地产景，借此发觉后壁无同款的水。那另外我们还有两场的一个包括我们的一个社造的小旅行，以及手作的一个工作坊，那这个部分也能够让我们的参与的一个我们的学员能够充分的了解我们后壁它实际上面的一个相关的美丽的地方，然后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能够去串联点到线一直到面的部分。这六场活动要事先报名，而且名额有限，一张厝限量30人。公所表示，目前报名进行相当踊跃，有兴趣的民众就要赶紧上网来报名。南天新闻王玉蝶后壁采访报道。